跟住就会教大家点样优化片段入面嘅连接，令到段片由一个镜头去另一个镜头嘅时候，连结嘅效果会更加自然。同样地，我哋将需要嘅相或者片加入去 Movie Maker 入面，校翻佢嘅显示时间，揿一揿 Animation。当相转去片嘅时候，俾人嘅感觉会好怪。咁呢个时候，我哋就可以揿 Animation 隔离嗰个 Transition 嘅功能，令到个转折位比较自然。例如选择 Crossfade 呢个功能，可以将一段片慢慢变蒙，然后另一段片先出现。如果成个片段都加入呢啲功能，片段与片段之间嘅连接就会更加自然同埋特别，感觉上比较顺畅。喺使用 transition 呢个功能嘅时候，我哋都可以控制佢嘅秒数，控制过程显示嘅时间，例如揿 1.5 秒或者 0.5 秒。每个 transition 嘅时间亦都会影响片段嘅播放时间，例如段片播3秒 ，transition 校咗 0.5 秒。咁样实际上呢，佢淨係会播 2.5 秒，如此类推。学识咗呢个功能，每个画面就可以更加自然咁显示出嚟啦。